是谁人的爱。阿爹，你敢愿了解？连秀。你即马叫我阿爹的名，有啥物路用？我知影，过去的代志我都办过。万哥，我总是希望哥，为了尽量弥补这个遗憾。连生啊，二十年来。我一定暗含你阿爹死去的代志，我受尽良心的折磨，自求下个实在惨。我一直烦恼讲，会有更加大的悲剧来发生，所以，我一定不敢将过去的代志讲出来。唉，但是妈所有的代志你都知影，连到我心爱。都袂参像过去遐尼惊你。就是我对秋毫无感情，我都唔敢对你安怎是无？不是，是我对不起恁弟个，我家己的承担绝对袂去拖恁秋毫。连生啊，这是我的心意，希望会当向你阿爹赔罪。这是马金官地客出去银票小布，还有珠宝箱的钥匙，我全部交给你。好，连生，在我上困难的时阵，林弟家的金杯帮助我渡过难关，我用我一世人所赚的钱，向林弟家赔罪。我希望你会当接受，莫用你遐臭钱，侮辱阿爹性命。连生，我一届伊拢袂甲你提，只要你还我阿爹性命，你还我阿爹性命，你阿爹已经无路倒转来啊！那是一定要叫我还，我敢来当用我的性命还你？你就是我唔敢是吗？一命赌一命，好，你会丢下性命替你阿爹讨公道？阿公，我敢那一个要求，我叫你好好对待秋霞，好伊幸福。你莫搁利用秋霞来威胁我，我不是威胁你，但是我希望你听说，秋霞。过去二十年，这是一个做阿爹最后的心愿，我求你答应我。我白听，我白听，我不需要知影你的心愿是啥物。对我来讲，是我的三夫修理，其他是啥物拢不是。你啥物拢不是，你大爷，连生，阮阿爹袂原谅你，我嘛袂原谅你，你即马才大爷，连生，你走，你走，连生，连生，伊永远拢袂原谅阿爹，秋霞。人生即马需要冷静，嘛需要人家开破啦，所以我去找伊讲一挂话。阿娘，你再去找人生哦。人哩世间哦，恩恩怨怨，其实讲起来哦，
要原谅别人是真困难的代志。我嘛知影讲，这毋是一天两天就有法度接受的代志啦。所以人生，伊无听你的口劝。不过，我相信我会有听入去哦。秋啊，我相信人生甲陈头家的温暖一定有法度化解。是安怎？因为你啊。相信连心对你的爱，一定有法度化解家己心内怨恨。我会当化解。阿娘，是不是敢咱我会当化解因的怨恨？别人我是唔知啊，不过我的查某囝一定做会到。对，我一定会当化解连心对阿爹的怨恨。阿娘，这是你一早送我的。你讲，伊会带来幸福甲好运。你放伫咧身躯边，互伊保庇你，会当较紧找着阿爹的。这是我要送你的，你放伫身躯边毋是同款。我即摆有人生啊，我已经感受幸福啊。阿无就好，这个黄水晶，保庇咱母阿囝，全家伙也早日团圆，平安幸福。想人生啊？无啦。秋霞，你敢会当原谅阿爹？阿爹，我一点都无怪你啊。假使我若不是阿爹，秋霞嘛无今仔日啊。你的温情，我一世人报答不完，哪会怪你？阿爹知影你真友好，我有你这查某囝，我感觉真安慰。秋霞，天生对你的感情真深，我相信啊，你绝对袂安尼死，就来放弃恁的婚事。阿爹嘛尽我的力量来化解人生心内的怨恨，我绝对袂让过去的代志来影响着你的幸福。阿爹，我无爱啦，我怕你受到伤害。你免烦恼啦，吼。你相信阿爹。天生的代志一定有一个圆满的解决，阿爹一定会予你幸福。是讲啊，恐惊以后咱爸仔见面的机会就少啦。阿爹，是安怎？你哪安尼讲？你嘛吓惊我呢？我是讲，你甲连生完婚了后，连生会甲你带入去泉州，安尼。阿爹都无得常常跟你见面啦，敢是？阿爹，以后查某囝无伫厝里的时阵，你也好好照顾你家己哦。早拢会记得读书，唔当去挂掉。店里的代志，你交阿爷去做。你好好享受你清闲的生活。无啥物好当报答你，我敢会当请阿爹好好照顾家己的身体。你当戆，你讲都还未离开厝咧，都讲阿爹目屎流目屎滴，你是袂还阿爹艰苦呢？爹，好啦好啦，目屎擦擦，佮早休困，阿爹嘛袂来休困。
顾着你自己。人心，人心。佩蓉小姐，我叫你安吧，是不是有什么要紧的代志？是安尼啦，因阿姆手下来找我，跟我讲一挂话，我即马甲想起来，煞感觉怪怪的。哦，像我即马人呢？阿伯，手下来甲你谢罪啊！希望你能原谅我阿爹。秋儿，仁心，叫你阿妈，你来家从啥？我来代替我阿爹，来给你家赔罪。我阿爹的代志，跟你无关系。我是阮阿爹的查某囝，哪会跟我无关系？阿叔讲，阮阿爹犯的错误，也跟我无关系。你敢袂当接受咱的婚书？这个时阵，你莫问我这个问题好无？哪咧要等我当时？一天、两天、一年、两年，还是后世人？人生，我有啥比你什么？我只是爱你知影。卡叔讲，你袂当原谅阮阿爹，那安尼，咱永远都袂当完婚，这是一世人拢无当改变的代志。人生，你是不是会当跟我讲，到底有啥物办法会当让你原谅阮阿爹？原谅你阿爹，除非阮阿爹还阁活在这个世间。那安尼，你的意思就是讲，咱无可能有未来啊？杜家，我忘记杯酒，再拜你阿爹，恳求伊的原谅。今嘛，我要忘记杯酒，甲你相识。你是，你是我一世人唯一所爱的人。会当甲你有一段特别的感情，我已经感触蛮久的啊。即马上大的遗憾，就是袂当甲你完婚。人生，我即马。已经唔敢，阁希望讲你会当替我做事。唯一的困境，就是请你带领我，原谅阮阿爹，好无？人生，一杯酒若饮了，咱两家就永远拢无相欠。咱来世再会。阿娘，这个不好路，你还白白牺牲家己性命？阿娘。
无得跟白莲心的想法，我只好牺牲家己的性命，才会挽留阿爹。你安尼做，敢对得起恁阿爹？对得起我？对得起莲心心？搁再讲，但母阿囝真无简单做团圆，你即马都要甲阮放咧做你走？你安尼敢算友好？阿娘，是的，是我唔对，你甲我回实的，你敢知你安尼做，你害连心看怨有恁阿爹啊？秋啊，秋啊，你哪会做这种戆代志啦？啊！阿爹啊，我知道你有来找过连心，连心讲，若不是你的命来给阿爹谢罪，伊是袂原谅你的，所以我想讲，就用我的命来还啊。阿爹欠你一个这条命，你还不起？你哪里都牺牲你的性命，我哪能用你阿爹交代？伊命都还落去。阿娘，我走起。连心，连心，秋阿云在用你力甲下嘴，你都无想要活落去啊！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，给我一个老大人，有一个忏悔期，你嘛无秋阿，有一个会当活落去的勇气，我。我求你，阿爹，等到去。你在阮阿爹的神主牌面头前，叫我原谅你，我对阮阿爹是要安怎交代啊？我都给你阿爹一个交代。阿爹，阿爹，秋啊，阿爹不能耽误你一生的幸福。阿爹，阿爹过去所犯的错误，都给我家己来承担。阿爹，别再讲啊！林秀，我会去找你阿爹，我会让伊赔罪。不过。我请你好好啊照顾秋华，我的庄的所在，我会永远永远感激你。陈头家，你一时向你家下罪，安尼你要叫秋华如何来接受人生呢？因要哪有可能变成人啊？不，你敢要看秋华？孤单过一世人生，我若是无因死下罪，赶快是无得化解温暖，就阿嘛是袂幸福，我是无可奈何。陈头家，你较冷静嘞，代志总是有办法的啦，会使想看卖啦。陈生啊，即马只有你来靠靠陈头家，嘛只有你用来阻止这个危害，敢讲？你要看秋华痛苦一世人心，你紧的，紧苦劝陈头家，讲你已经原谅伊啊！我讲袂出嘴。阿娘，你讲袂出嘴，啊！你真是要看秋华孤孤单单过一世人心？你莫阁逼我，你莫阁讲好无？好啊！我造成的罪孽，我自己承担。无冤情，我来啊！阿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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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姐。
呀，陈大哥，愿意用伊的性命向你赔罪，伊已经知影伊唔对啊，你得原谅伊。将我的机会哦，我照我所讲的，我个马军官，甲我所有的财产，我拢交予你。唔免啊，我唔是因为你的财产才原谅你。马军官，是一生的心血。你的一生五年，我绝对袂去提。反正，甚物手下是无辜的，我无想要连累着伊。我即摆只想要，将你家金杯提转来。家己打拼，等我成功了后，我会将我的新珠牌啊，请回去泉州，当为在天之灵。我的查某囝无看唔着人，以后手下幸福，都靠你咯，林先。过去就好过去啊，今麦上加重要，就是恁两个爱珍惜未来，好。阿爷今日要红出站啦，阿爹去放点点，无影。我伫遐想办法救阿兄。姨母啊，啊你穿安尼是要去倒？你唔通想要去救你阿兄呢？伊是重犯，你若去救伊哦，若互人抓去，嘛会互人处斩的呢。安尼哦，就拍算你这红阿头生到这尔啊水啊。你讲这话是啥意思？我是关心你，你若真是哦要拼性命去救你阿兄，不如哦去找你阿娘，伊小小点点走出去，唔知去倒啊，敢讲你这个做查某囝，一点仔拢未关心是？你若知影我的烦恼，就去倒转啊！咱家的代志已经有够多啊，莫逐天同我讲话吵来吵去，敢讲你唔是恁家的人？你问我这句话，就表示你的心肝内根本就无我。不要紧，我才偷偷的看，你阿兄被官府处斩，你阿娘拍无去，剩你一个在林家，是要安怎兴风作浪？你，我目睭才偷偷一直咬去。对啦，大汉啊啦，是够甜啊吼，不要紧。我再看，你比出什么吧？哼！阿娘，阿爷都被红出战吗？
你人是走去倒位？金了，我阁予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只要你讲出招数阿平的强欢，还是讲是向指使的，那呢，我得让下面你的死罪。阿平的代志是我家己做的，无强欢。林金了，你还敢讲老实话？我已经讲老实话啊。无人指使我，那呢？这韭菜，就是你的最后一顿啊！阿爹，我要办法当救咱林家，是安怎？你阁无要来看看？你若不来，就袂好啊！你是在烦恼啥？无啦，唔知安怎安尼，心肝头安尼杂杂。是不是因为林冰凉要去用出战的代志？我嘛不知影，啊嘛有可能是安尼啦。啊，不怪安尼啦，是替林花生哦付出性命的代价，虽然讲是报应。使人感慨。阿弟阿娘，妈，林金良已经去予陈总大人押去刑场啊。佩蓉小姐，咱是不是来去甲看一下？官府执法，押着陈总大人去用刑啦。啊，不过因林花生有可能去劫走林金良的。啊！那这款代志，前总代理伊会想办法，伊会处理啦。唔难呢，我烦恼金凤姑娘，还佮林夫人一时想袂开，甲金良救走，那呢，都受着牵连啦。我看哦，咱也是来去甲关心一下。阿爹啊！你到底有要去救阿兄无？金牛的代志唔免你管啦。好啊，你要找阿兄，那安尼我去救伊。哎，你若真是要救阿兄，你早就去啊，何必等到今嘛？你，我看你今嘛爱烦恼哟。唔，那是你阿兄，搁有你阿娘啦。你出去到即阵还袂倒转来呢？有船到今嘛袂转来？是啊，唔信你问金凤啊。大爷，阿爹啊！嘿，金金娘吼，要出事啊啦！这是林家的报应啦！哦，林花生来啊！林花生来啊！哦，林花生，林花生来了，林花生来，林花生来了！林花生，闭口！金娘就要光复出事。竟然过来才看老人啊！唔知是虾米人来看老人，你也好虾米往出走？伊横怪是你来去看就可以看，今麦来才想要创啥？来看你受到报应了。林花生，林金良已经被我光复出山了，你有讲这番话，你是不是人啊？你任性，你甲杀父的秀玲查某囝做伙，你敢都任性？眼睛会化解混乱，原谅我的过去。这几个人活在世间上解恶的涵养啊，跟你林花生无同款。淡薄，
你明明就是惊李连生找你报仇，才讲这款婆婆塌塌的话，你敢袂感觉见笑啊？林惠赛，你上好即马甲钱总代人出手，安尼阁会叫林金良一命，你还算是一个人？我劝你，做人莫想过转，你绝对有报应的。哼！我林惠赛欢喜安怎做，我就安怎做，免你踮遮加讲话。阿爹。高欢人啊，几位？是。阿爷，你休想！给我，阿爹，钱总代理，会当我讲阿爹讲两句话无？林金良，你免想要甲我比什么吗？钱总代理，你官兵这么多，我林金良若想要逃走，差死也难飞。我甲他希望会当讲阿爹消息，请钱总代理成全。好，林惠赛。你会当过去啊？金良，阿爹，金良不好，请阿爹过娘。一世人都无度阁友好你啊，请你好好照顾阿爹。金良来信，才报答阿爹对我用个之恩。是安怎你不是我的囝？是安怎你是有避风的后生？林惠赛。林金良对你这么友好，一定尽快往处长。你应该全庄带领出手，救你后生的性命。刘庆峰，我林金良所做的代志，我家己也来承担，你们笑什么喊埋我那爹？全庄带领，请当休。阿爹。皮孔，等下你就知。唐兄，
是钟大林，金龙是不够的，我是怪红尘林徽生，钓到要甲害。你搞掂未？林徽生，阮官在遮，不准你乱来。陈总代理，林徽生钓到要让林金龙犯罪处死，伊是要让尤平峰艰苦一世人，因为伊是尤平峰的亲生囝。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是真实的。二十年前，我生一个查某囝，我今日让老爷看出人家。多好，迄个时阵，你嘛生囝，我就拜托阿虎进嘛。阿虎进嘛，平峰，我拜托阿虎进嘛。假使你若生后生，就抱来我的查某囝。这件代志，我已经隐瞒二十多年啊，我受不了。想袂到今仔日，伊要让你目睭金金，看家己的亲生后生让人处死，我无法度阻止，我只好将金龙的心事讲出来。你是我请用二十年的后生，伊嘛是你的亲生囝，你一定要救伊，你一定要救伊。阿虎姐嘛，林夫人讲的，敢拢是真实的？伊讲的拢是真实的啦。我对不住你啦，请你原谅我，原谅我啦！林金龙，阿娘，这不是真的，我绝对不是杨碧浩的囝。金龙是我的后生。阿娘，你有特别救我，所以你讲白杀对无？杨碧浩绝对不是我阿娘，对无？金龙。阿娘无骗你，你确实是尤家的骨肉。阿娘生的那个囡仔，不是别人，就是秋霞。平峰，本来我就是我的查某囝引导，你会好好疼惜伊。想袂到，想袂到害着秋霞，甲恁两个互人放水流。我老爷差一点啊，就害死家己的亲生查某囝。所以你才无顾家己的性命去救秋霞。是，因为伊就是我的亲生查某囝。所以金龙放了去关，要被火出站的时阵。林徽生连去看伊都无去看伊，因为金龙根本就不是伊的后生。伊要让金龙死在你的面头前，让你痛苦一世人。林徽生，你这个精神，就算讲我改了天大冤仇，你嘛无需用金龙的性命来对付我。搁再讲，金龙是你亲生大汉的。你竟然还忍心来害伊！我不是你的囝，杨平王，我阿娘已经精神错乱了，我无可能是你的囝。金龙，阿娘，你甲清醒好，我是林家骨肉，我是林金龙，我无可能是尤家人。金龙，你真是害林徽生更加无人性啊！你甲清醒好，你确实是尤家的骨肉，阿娘要哪来骗你，要哪来骗你嘞？我不信。我安怎？早输阿平就是死罪，当刑。是。金龙。呀。我女人。金龙。金龙。金龙，你袂死的，你若是死哦，有可能将死转出转世呐。你爸爸已经做孽了，金龙，你袂死的，你袂死的，金龙。金龙。金龙，你是我的后生，就算讲你死，我嘛感觉真公平啊。你有解释？陈总代理，请你查明真相，良心发落。唔免，我林徽生后生家族家当，请你当刑。当刑。是。Thank you.
车了坐了，来，不用车了，紧坐，紧坐。来，小弟。秋霞，起来保佑。会使走走，代志来变甲安尼。飘红小姐，迄部你家头是林会使的规矩啦，你是卖着紧哦，甲代志想好清楚，才来决定要安怎做。部得甲林会使，早就甲林平良讨好啊，超过伊，变作无人相信故事的骗人，才有林平良逃走去。我明明是迄查某囝。煞变成后生，三步甲我讲，讲我的查某囝身上有一个自私计，注定一世人好命。阿虎亲妈，阿虎亲妈嘞！我要找伊问个清楚。平小姐，有啦，平小姐，有啦，我已经派人去找啊。林头家，我是来带秋华回去林祖归宗的。林会长，不我清楚，这是陈家，不是林家。然后啊，代价是给呐。不管你是善意还是歹意，阿弟啊，你敢有帮贴啊小请？那无，先到家己来。来者不是客，就是贼。既然是贼，咱就无需要尊重伊。正好，正好。你这人哪安尼？亲门大户跟人打架大声声。一个做人基本道理都唔捌，这就是你跟你阿姐讲的口音。老爷，你莫安尼啦，老爷，亏啦，老爷，唔当安尼啦，你让我来处理啦，老爷。哼，这个人是我，我今仔的人也是我。我求你，我求你代念，我是真心真意，请用你的后生大汉，予伊食好穿好，唔捌予伊受到一点仔委屈的份上。我求你，我不敢求阿小林好吗？叫我甲查某囝行礼，予恁小林，予恁团圆。我的后生嘞，尚要将后生还我，我就是唔差代志的平安嘞。表，我当时我对不起你，我愿意用我一世人做你好的代志来弥补我几十年前所做的代志。你爱我做啥，我就做啥，只要你愿意原谅我。你卖定我的性命，我嘛甘愿。我跟他求你，我求你就求我害我，我求你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就求我害我，我拜托你，我求你，我求你也求我害我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。人的老母，我要讲啥才好？
心情，不管你是愿意或者是不愿意，你心上所留的火，露出是着关灯，这是一个事实。我今仔日让你等于你做鬼做，不是因为你阿娘。因为恁阿娘，是因为查某人的悲哀。